古装热血传奇剧《轩辕剑之汉之云》自上线伊始便备受关注，张云龙、于朦胧这对身负拯救苍生的剑气兄弟，相爱相杀的虐心日常，也引得不少网友表示想给编剧寄刀片。在近日即将播出的剧情当中，张云龙饰演的燕冯投敌卖国杀害同胞的罪名刚被洗刷，再迎队友端盟惨死怀中的打击。于朦胧饰演的暮云则得知被义兄商瑞利用的真相，万念俱灰之际剑气失控，剧情发展堪称一波三虐，势必又将掀起约见编剧为张牧兄弟抱不平的热潮。